就那个了。音乐才华，那会不会对你来讲太小？好高哦，他比我高哎，你大概一七三，一七二。那、啊、还有什么条件吗？比我高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紫竹。什么星座？金牛。什么工作？学生兼。什么科系啊？行销管理跟影视设计。影视哦，是哪一间？中国科技大学，在万方医院那边。哦，那一间很多美女，我很常去万方医院弹钢琴。哦，真的吗？你未来有什么梦想？走影视方面。你很适合，谢谢。你很适合演戏。哦，谢谢。感觉，谢谢。你可以演主角。哦，谢谢。对啊，因为主角的脸不能太强烈，他就不能演主角了。脸太强烈。啊，休闲娱乐是什么？比较宅一点，但是就比较喜欢在家，然后或者是最多就是游泳跟跳舞。哇，这个运动哎。对。那、啊、你最近有什么考试吗？开学算吗？你喜欢上学？就是上学算是比较放松的。你怎么很厉害？应该跳舞吧？真的吗？应该吧。你现在有办法跳一段吗？现在不要。对啊，好好啊，你给我赖，我去帮你找。单身多久？母胎单，母胎单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如果有交男友，最想跟他去哪里？应该就是看电影之类的。看电影，好啊，等一下就可以看了、啊。我认识的一个姐姐前一阵子才刚没有找到，叫什么？跟大奶叔。哦，那个是很有气质的 Rora， 你看缘分缘分，马上就换你了，我赶快来帮你找一个好男的。我先跟他讲一下，大家。我们在 Crash 找到了，你要冷静一点哦。他看起来很熟，因为他现在都在走秀，可是年纪跟你一样。你真的没有对象，你要发誓哦。发誓，我还是刚分手，可能要确定有分手哦。有分干净吗？有。他是影视科，是那个表演，表演艺术，表演科，类似。天哪、啊，有相关，长得像木村拓哉，你有点瘦了。啊，有点吃啊，吃多一点。啊，你有没有花心啊？哎，不会。漂亮。那你的休闲娱乐是什么？打球吧，玩电脑啊。打什么游戏？打撸吧。撸偶尔聊。来，最近来，给我包包。背。现在在我的右手边是我们的紫竹影视科。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阿汉。那我现在数到三哦，你们就可以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 ，Go。握手，他叫做阿汉。阿汉，对，他虽然演艺科，可是他之前也是演艺科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是哪一间？我是中景，我也是中景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们同学校哦，很棒很棒。你们校长同一个吗？应该同一个吧。谁呀？胖胖那个。对，肯德基校长哦。女生。哦，对不起。是女生嘛？对，女生也是。他喜欢打篮球，打电动。你打电动吗？打电动。你有打电动？稍微。他休闲娱乐。啊，你们要加一下那个，他已经都做 model 了。你的以后有什么服装可以教他穿？他想要卖衣服。哦。对，有没有漂亮？对啊，很漂亮。他是单纯的男生，没有劈腿，没有花心。对，我都帮你调查过了。然后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寿司。寿司哦，你敢吃日料吗？可以啊，有空约一下，手牵起来，互看十秒，三二一 ，Go！ 什么感觉？开心吗？开心哈，耶、yeah, 的感觉啊，好有缘哦。很棒。你刚刚在说你是就是那个演艺系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说，哦，会不会是同学哦？有空约打电动，约游泳，约吃寿司，约拍照。他喜欢穿搭嘛？啊，你喜欢拍照嘛？你会不会用 iPhone 帮女生拍照？不太行。开始研究了，好不好？可以拍。好好啊。有学摄影。哦，你有学摄影哦？啊，我们要打个分数哦，好不好？来，背。一到十分，你会给几分？请作答。为什么不错呢？讲三个原因。看起来蛮乖的，可爱。
可爱可爱的，就是真的是干净干净的打扮的，体面体面，简单简单。哦，太棒了！你会给他几分？一到十分？为什么会给这个分数呢？高高漂亮，漂亮样子这样，气质。对，很气质，笑起来好看。嗯。好啊好啊，很好很好，来转过来，你们给的分数都很棒哦。啊，最后呢，来一个很简单的互动，